協助民政協派發抗疫包嘅第二日啦，今日就會係有黃錦星局長咧嚟到幫我哋打氣啦。局長，今日咧我哋攞住好多嘅防疫包上去，可能裏邊咧都有成超過100伙人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有一大班嘅環保署嘅公務員朋友同事咧都會嚟做義工。希望咧將政府嘅防疫物資包咧可以送到上樓，等到每家每户嘅朋友咧都可以盡快收到。尋日我哋就去咗4幢唐樓，就8層高嘅。咁今日咧就7層。根據我尋日經驗咧，對於我哋班做起運動人嚟講咧係冇問題嘅。咁我哋齊齊加油，我為社會做啲嘢。好啊！咁啊，阿何主席就帶領我哋出發啦。好啦。出曬出曬，送俾你哋嘅。呢個中資正正團結抗疫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抗疫包。係啦，咁啊裏邊有快速檢測包，都有口罩。呢個禮拜5、6日，即係4月8號、9號、10號。係。咁就全程每個人都每日檢測，好唔好啊？團結抗疫，快速檢測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完成兩層的物資送贈工作啦，而家繼續去補給，跟住再行第二棟樓啦。無論在第五波的開始，很多居民都手上沒有一些抗疫物資呢，就變成大家要去做預防呢都很困難了。所以呢現在大家手頭上都有些物資呢，令到大家的心定一點，所以呢從來都不會愛得太遲的。終於成團結抗疫，耶、yeah!